那你在烤火秀也很棒啊。莱州这边必吃的美食是什么？白饭。我知道，珍珠科。哎呦，不错，珍珠科。讲一个吓吓大家。我不知道。很诚实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一首压轴的歌曲就是《阳光灿烂》。是，好，就让我们五个 A Team 为大家带来这一首。没有人阻止我。一起，其实可以一起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可以。我怕被粉丝打。不会，我会打飞。不会跟吗？我不会跳，好不好？我们唱纯唱，可以。我在旁边帮你们合音呐、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还是我请隐藏人物出来跟你们跳唱一下。好，真的要吗？好，让我们有请礼物小弟，尖叫声，来。来，阳光宅男会不会唱？我知道这边有个案件老师啊，新科啦，因为我们上家主持七年了，然后欢迎大家支持那个礼拜一，我们播出是那个晚上10点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啊，是，哎，帮我把他的麦的声音关掉，谢谢。是啊。不要浪费时间，我们的时间已经有较长了。不告等，那你可以下去了。谢谢大家，那我们欢迎阳光灿烂，好嘞，谢谢阳光灿烂。走起路，一不注意就撞树。我不想输，就算辛苦，我也要等多远，不能让你再走出场。我决定插手你的人生，让你的世上不稳。让我们站在